Hello， 巴莎视频巴泽卫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吴景言。今天的造型，我上身穿的是菲拉这次庞贝系列的一件新的卫衣。首先非常的舒服，而且穿上去很有质感。上面的这个庞贝花纹的一个设计，这种印花设计就会觉得人很优雅，同时是有时尚感的，搭配了一个这样的短裙，还有鞋子是新的配色的猫爪鞋，很帅。这次庞贝系列有很多的单品，我刚刚都种草了，都很喜欢，就每件都很喜欢。当然最喜欢的就是我这件，我穿上身的这件卫衣。优雅、时尚，还有创新。就是把菲拉那种意式的优雅和时尚的潮流结合得非常的完美。你们追到哪儿了，我就追到哪儿了，我一直是紧跟那个更新的步伐。敢拼、敢闯、敢怼。能拼吧，对，基本上是无缝连接的状态，跟它很像。私底下我不太看直播，然后每年我直播的时间也就是跟粉丝了，包括生日直播啊，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安排的一些直播都是跟他们。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坚持，还有就是量力而行，还有就是你要管住嘴，迈开腿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选择适合你的运动着装，比如说穿飞了。